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九，欢迎来到我们的韭菜玩具频道。今天呢，我们又来山里面了，实在太热了，所以想找个地方凉快一点的。我们又在走超级多的弯道，上山有点难，而且它这个路比较窄。好，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山路吧。上山喽！今天呢，我们来的也是临安安吉的交界的地方，对吧？对，这个算，这个应该算安吉界了，已经。上周我们去的是临安界，其实就隔了一座山。对，真的就是隔了一个山头。等一下，我们到山顶带大家看一下，说不定还能看到上次看的那个山，就是那个叫什么草山岗露营地。对。哎，这里难道是去玩的啊？我们已经到了景空里。今天是不是看到我们装备就感觉到了一丝丝不同的气息？因为我们来了一个就是需要专业一点装备的地方——景空里大峡谷。我们现在是在这个景空里大峡谷的路口，然后这个是一个上山的弯道的地方，这边有一些停车位可以停车，然后已经看到好都停满了。这地方停车场不大。对，那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停车场。对，这个弯道是一个，然后弯道下面有一块小块空地，大概可以停，弯道下面可以停个十个车左右，十个车左右。对，然后这弯道上面还有沿着弯道可以停一排车。对，因为沿途的这条路其实蛮窄的，交汇都很难，所以也就这一块能停车。对，然后在这里也有个就是洗手间，可以就是上个厕所什么的。好，我们准备进去了啊。刚刚我已经打探过了，问了这个小卖部的老板，就是从路口走进去就是能见到玩水的地方的话，大概走5分钟就好了。你看已经有好多人爬出来了，因为可能早上比较凉快。空里呢，它有就是有小环线和大环线之说，还有一段是无人区。小环线呢，就是从我们刚刚进来的路口，就是这个弯道停车场，一直走到红旗渠出来，就是也是公路这个，然后就是再走回到这个门口的话，就是小环线。然后如果是大环线的话，就一直往上爬，爬到九亩田，然后再坐大巴小巴下来，到这个地方就是大环线。这样走到哪里是算你说的上面？是九亩村那里还是哪里啊？哦，要你们走走要几个小时？我们走啊？哎，你要两个小时。两个小时就到了，你们到九亩村。我看他们说到红旗渠都要爬4-5个小时。哎，那你们一般是要走哪边？我们上下有500公尺，有个蜜，有个养野蜜蜂的。养蜜蜂的是吧？等会去看一下。爬到野蜜蜂那里要多久啊，叔叔？500米。20分钟。20分钟。500米。好，好。小洲竹林还有150米就到。好，谢谢。好凉快这里。这里可以，这里凉快了。不要小看，赶紧赶紧练。嘿，这个得会，得会段誉的凌波微步才行。哇，这里也有鱼耶！哇，这种小石沟里都有，还是蛮凉快的哦。看这里超多的鱼。那这个环境比较野啊，肯定鱼蛮多的。这上面都已经是无人区了呀。风是最后的人家。对，然后你知道这里为什么叫景空里吗？它跟苍井空没有关系，因为原来这个里面还是有一个村子的。然后因为这边上不都是山吗？对啊，那山里面有个村是不是很像井里面有一个村？哦，所以它其实原来叫井口里。
哦，然后后来这个村也没有了，然后可能我觉得也有口误的关系，井空里，井空里，嗯，而且蛮文艺范的，有没有？对啊，我这一听这名字很像韩国，日本吧？哦，日本，霓虹，这个竹林还真的不错，是吧？而且下面这峡谷也还可以，是，但是呢，阿九给今天带大家走的路线，就我们先走一段竹林，因为竹林的出口呢也是峡谷，就我们不急于这一段，因为入口这一段玩的人会比较多。哦，就是相当这段竹林就一直沿着这个峡谷上去了，对，是的，没错。哦，还蛮凉快的，是吧？嗯，感觉至少比外面低一到两度。哦，那而且有风，主要这个风还是凉凉的风。是的。啊，我们马上就到了，前面有个养野蜂的地方。哦，快了，刚才说是500米嘛，现在已经只有200米了。哇，这里更漂亮。哦，好凉快。爽吗？爽。哇，太凉快了。哇，狗哎。哇塞，看看这里，看看这里，天然的泳池。哇，这里不错哎。哇，他潜下去了那个。嗯。他在那儿。啊。哦。可以在这里修行。哇。这里也是很多那种狗友喜欢带狗狗来玩的地方，因为免费的嘛。嗯。然后狗狗肯定可以，你看，啊，好可爱！那这是一个苏格兰牧羊犬。这个竹桥有点挑战，好可怕。这个潭还蛮深的。那是。应该快2米了，1.8米肯定有。嗯，有，要望下去就很深。对，那里更深。嗯，因为这儿还有块石板。哦。哦，然后说往这前面进就是无人区了。嗯。嗯。这里还有小鸟。哪里？啊，在养的。哦。哦，这里太凉快了，爽。我们去看一下，这个是野蜂养殖的地方。嗯。哇，后面就是野蜂养殖桶，有没有看到？看到了。等我们去看一下蜂箱。哇，都是蜂。哦，这里都是蜂。哇，这个是那个弄出来的蜂巢哎。嗯。好多小蜂。就是都是峡谷地形，都有这种小瀑布。嗯，然后这边又是平坦的，到下面又是一段深潭。哦，这一片就很大了啊。这里就弄个泳圈啊什么下去玩就可以了，这里其实不深。这么大一条鱼啊，他们是在这儿休息了吗？很大吗？我靠，这么多啊！我看了好几圈。哪有？没有了。怎么回事？你快出来！快出来！快出来！啊，好烫！就你近。你看它这个是防水吧？哦，它直接这么下去。钓鱼。你要不要下？
我不要，那这就有小小的。哇，这边好热闹。走吧。走吧，我们。哎呀，又是一对去溯溪的，好，我们走了 ，Go。我们井空里之行已经结束了。准备出发去九亩田 ，Let's go！ 好 ，Go！ 好，大家记得点赞、转发、关注韭菜玩具哦，更多新玩法会在这里分享。好，大家下期再见，拜拜。